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未完的人待续，无所畏惧，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。我觉得最好还是把小韩给请回来。第一呢，可以立刻解决公司现在在设计上面临的问题，行之有效。第二，防止他被其他的公司给挖过去了，那样就会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威胁。您说呢？眼下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去办吧。散会。去哪儿玩了吗？一会儿。你姐呢？她说她马上来了。前妻。前妻。哎。赶紧吃饭。啊。快快快，快过来吃饭。哎呦，今天安排我们去哪儿玩呀？姐，你咋了？你眼睛怎么肿了？你哭了？哎，来，先坐下，坐下。芊芊，你怎么了？今天咱们得从这儿搬走。怎么了？我跟他分手了，然后就不能住在这儿。得回我那儿住，还有车也得还。没事儿，女儿，还就还。你爸坐那车还晕车呢。我早就不想坐了。没事。就是，我也不喜欢这房子。我找个指甲刀啊，我还得楼上楼下的到处跑，这一天要跑好几回，我这腿都快跑断了。哎呀妈，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姐，是不是？如果真是他欺负你了，你告诉姑父，姑父一定不辜负你，我揍死他。姑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两个吧，就是想法不一样，就没法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不合适。就不合适，谁还离不了谁？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闺女，没事儿没事儿，这些天呢，我们该去的地方都去了，也该回家了，啊。不就有俩臭钱吗？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姑，别那么说他。都别说了，都别说了，听我的，啊，咱们收拾收拾东西，今天就回去。闺女。你职也辞了，房也退了，要是不想在这个地方待着，就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回家，再回去。是啊，芊芊，我们这几天吧，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芊芊，你啥都甭怕，你爸你妈呀，都为你打算好了。是，有这大家都认呢，天塌不了。爸。妈，姑父，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回去，
但是我不能这么回去。我在这儿有我的工作，有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因为一个不合适的人就丢了这一切呀、啊！我不开心。闺女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赶紧赶紧的去上班吧。是呀，女儿，这地球离了谁都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来，快吃吃吃吃！一会儿收拾东西，咱们就回去了。来，快吃，来，吃饭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女儿，吃饭啊！你好，你好，麻烦帮我把这两把钥匙交给你们侯志荣侯总，车呢我已经停在地下车库了。啊，好的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你什么都不需要说，给他就好。啊，好的。赵总好，赵总好，赵总好。哎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我要收回辞职报告，辞职的决定太草率了。我同意你，收回你的辞职申请。谢谢赵总。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位真正对你好的人。一个月试驾的事不变，咱们善始善终啊，把家人送回去之后再来上班。赵总，假期不需要了，家人已经回去了，我要求回来上班。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找到归属感，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找到内心的力量。报告，要求恢复训练。30分钟后，队员练习训练就要开始了。怎么样，钱教官？跟我跑跑，先热热身。是。走。赵总，我还有个要求。那个宿舍给我住2天呗，我找到房子以后马上就搬走。哎，我说钱教官，你占公司便宜，你没够啊你！啊，一，不是，赵总，不是赵。亲爱的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为什么要拉黑我？为什么不回我邮件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不要这么折磨我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把文件交给一个白发老人。接头暗号：打倒老渣男。
等会儿，那个你是不是？大爷，哎呀，还真是您哈，就是你大爷，我怎么了？哎，您这是来哪出啊？你能不能扯轻点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化妆成这样，还不是为了不让你难堪？坑自己朋友老爹的钱，你让我认出来，你不嫌丢人啊？得，您还是为了我是吧？这破事儿您说的还挺硬气。行，咱谁也不说谁啊。差不多，半斤八两。行了，那就别废话了。你这小兔崽子跑得还挺快。那就得了，找一地儿一块吃口，好好聊聊吧。等，大哥，虽然我很饿，但是我不想跟你吃饭。咱不是一路人，我是正义的使者，您是奸细叛徒。弟弟，你叛变小猴。我叛变老猴，是一回事儿，知道吗？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对侯爵没什么，我就针对那只老渣男。老渣男，哎，我想听听到底他怎么渣了。哎，真的，告诉我，那样的话我可以帮你。大爷，您现在就是很帮我了。不愿意扯，那就算了，走吧。各回各家。等会儿，我说您很帮我，这就是跟您客套一下。客套归客套啊，剩下那20万你得赶紧给我。放心，人给我钱，我一定会给你。只要你想着要钱，办事就一定会靠谱的。靠谱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？你帮我找一下胡总。哦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胡总今天全安排满了。你跟他说侯爵找他，我们认识。哦，好，您稍等。还挺麻烦。胡总，哎呀，果然是你啊！是是是，我还以为重名重姓呢。没有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助理51。胡总好。你好，来坐吧。上次见你还是出国之前呢。哎，短短几年不见你，现在都成大设计师了。也没有，谈不上设计师。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我爸公司。然后自己也没做什么独立项目，所以算不上设计师。哟，这么谦虚啊，比你老爸还谦虚。哎，他最近怎么样啊？还挺好的。
最近行业内的一些聚会我都没时间参加，一直在出差。有些问题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。没事，您问。你老爸的公司是我们行业内数一数二的，比我这小公司大多了，拿到的工程也都是一流的，很多设计师想进都进不去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主要是想出来自己锻炼锻炼。我爸公司虽然大，这个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但是也晒不着太阳了，也经历不了风雨。我想多经历一经历，然后让自己成长一点。哟，不错呀，志存高远。要给你鼓掌。谢谢胡总。说吧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胡总是这样，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然后我现在还在筹备。对了，我有一些，我的作品，还有我上学时候设计的一些作业，都在这里边，您都看看，都留你这儿。可以，回头我仔细看看。我这次来我是想跟您说，我从志荣建设出来了。我现在独立了，啊，单独干了。您后面有什么小的招标项目，想着我点儿，让我参与投标就行。你放心，侯志荣的儿子，我一定照顾。别，胡总，我凭实力争取，您给我机会就行。哟，说你是侯志荣的儿子还不高兴了？也没有。好，有志气，这点也随你老爸。难得你在创业的时候还能想到我。我一定会留意。哎，你现在这公司在哪儿呀？有几个人？我公司现在，我先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，这不都刚起步嘛，然后规模也不大，公司现在暂时就我们两个人。哦，那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嗯，这样，我这公司啊，规模也不算大，接到了案子啊也不多，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，你们再出去多走动走动。啊，是，我这回来也就是也来看看您嘛，然后我等一下还约了那个彭总的公司啊。那就太好了，多跟彭总聊一聊啊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成成，好啊。哎，那您忙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不走。好。一口一个侯志荣，你说要不说这三个字，他是不是话都不会说了？这本来就是你老爸的关系，离不开他也是正常。什么时候能摆脱我爸这光环呢？太要命了。设计师是靠作品说话的，在没有作品之前，你只能是你老爸的作品。哼，你这还挺有道理说的。咱俩今天打车走吧，不挤公交啊。打什么车？地铁就在前面呢，走吧。进来，胡总，我有个朋友是志荣公司马勇马总的秘书，我刚打听了一下，他听马总说是侯志荣认为侯爵啊太不争气，不准备把公司交给他，侯爵一气之下才走的，他还让我啊千万别告诉别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彭总啊，侯爵去你那儿了吗？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呀，有点复杂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哎，彭总，哎，我到楼下了已经。啊，这么急啊？下次也行啊，没问题，我没问题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
他说他要出差。那怎么办啊？来都来了，上去看看吧。走吧。你好。你好。我跟彭总约好了，我叫侯爵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好的，您跟我来。进来。彭总，侯爵来了。彭总，彭总，您还没走就太好了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回头再联系吗？啊？是，我不是怕后面碰不见你吗？我这有个方案，我想赶紧来给你看看。你呀，真的是跟你爸一个样，哎，喜欢把别人逼到墙角。出差啊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啊，回头再联系。这你都听不明白吗？我听明白了，我怕后面你没时间，我特别着急，我想赶紧给您看一看。哎呀，真是个愣头青呐。这样吧，干脆啊，我直接跟你说了算了。我啊，根本不出差，只是不想见你。侯爵啊，看在我跟你爸曾经同过学的份上，不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熟悉的那些公司，他们都不会雇你的。阿玛，我不想泄露自己公司的机密，我这样说够明白了吧？啊，生了才能解决问题吗？我就不信所有公司都忌惮你老爸。忌惮我老爸就能不尊重我吗？这是我的作品，我的心血，因为他是我爸，人家看都不看，当成垃圾啊！有这样爸有什么好？真的假的，爸？太爽了，报应终于来了。哎，没有了，我开玩笑的。知道了啊，拜。咋了呀？啥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嗯，我很久没有这么爽过了。快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嗯，侯爵跟他爸闹翻了。他已经被他爸赶出来了，他现在身无分文，正在挨家挨户的找活干。可惜他求爷爷告奶奶，完全没有人愿意给他活。我这听着怎么这么解气呢？当然，就凭他喜欢他那个保镖，他也够 low 的了，活该。姐妹们，我现在有个想法。嗯，你说。我想去看看他现在什么样。好主意，我一听你这计划，我瞬间都不累了。咱走吧。走，完全 OK。再叫几个人，走。好。我要去看他落魄的样子。你听了什么？你自己看是不是狗啃的？你给我干行活呢是不是？老板，自己舍不得钱不去贴膜垫贴，叫我贴我哪儿贴的好？啊，舍得对，行行，那贴膜钱从你这个月工资里扣啊。我贴还不行吗？越来越油，跟天哥学的是不是？你把那牌子露出来。海星买新车了，
二手的。我看呀，怎么也是八手。这海星就是喜欢折腾，把车贴得花里胡哨的。看一眼谁来了。我知道，他刚刚微信我了，热烈欢迎啊。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们几位用餐呀？侯爵在这儿吗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几位美女找侯爵有何贵干啊？带我找他去。这边请。小心。这啥？小心台阶。太破了吧？你说。真的挺 low 的。哎，慢慢慢，小心。好。快来。我看这谁呀？看看。好久不见。来来，进来坐。进来啊！哎哎，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怎么有点发霉的味儿呢？发霉的味儿，是没味儿啊。是，你们自己坐啊。你就睡这床，应该都没你人高吧？够你睡吗？我平时折着睡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说你。脑子进水了还是想不开啊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干嘛在这体验生活啊？这我不是丰富人生吗？在这，他真太寒酸了。寒酸吗？我这自己布置的，我觉得还挺好，挺温馨的。行，你自己喜欢就行，知足常乐。我今天也不是来寒碜你，主要是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，Coco、Lily， 你见过？哎，你好。这三位呢，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重要人物。要给你牵个线搭个桥，是飞翔集团董事长的三位公子，大飞、二飞、三飞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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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雪中送炭，感不感动啊？非常感动，大老远的。毕竟咱俩是有这么深厚的情谊，是不是？啊？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呀，差一丁点儿就成了这位侯大公子的女朋友了。哎呦啊！我要是当时没有看明白啊，这就是我的床，我就要天天在楼下餐厅吃饭了。对，当时幸亏这个陈大小姐及时醒悟啊，才没有落入我的魔掌。哪有啊，这是你侯大公子的不娶之恩，感恩的心。蟑螂！走。走了，哎，走走走，不坐一会儿了，你自己待着吧。什么地方呀？这怎么能给我床给坐塌了呢？这么不争气。
真没想到啊。没想到什么？你呀，有勇气愿意他来。我是看看我的抗压能力怎么样。结果呢？结果好像不怎么样。照现在看，他们过的生活，我如果想过上的话，靠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不够。那就是你以前的生活，只要你想回去，随时都可以。我不回去，我也回不去。现在我又走进了一个死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懂我心情吗？前面后面都是路，但是我哪条都走不通。在公司吗？帮我个忙。哎，马总，侯总不在。上哪儿去了？啊，侯总在天台呢。侯总，小韩回复了，他说他不想回来，他要去旅行。等了他两天，居然给我这么一个答复。是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再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来，请我他出去旅游，公司报销。不是他是今天的飞机。我不管他是今天还是哪天，你必须把他给我找回来，不能让他走。侯总，对不起，我真做不到。他不听我的。我明白了，我来给他打，他还臭来劲了。小韩啊，我是侯志荣啊。马总说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上回丢方案那个事儿，我正在气头上，所以错怪你了。你可千万不能往心里去啊！我侯志荣现在郑重地向你道歉，并且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回来，好不好？侯总，您言重了，道歉谈不上的。其实那次吧，我也真的太激动了，我还想着找个时间给您道歉呢。小韩啊，你知道瑞吉酒店对设计师来说，那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国际级的大项目啊，很多设计师这一辈子也许都碰不上一回。能够完成这个项目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公司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，明白吗？还有啊，你可能也已经听说了，侯爵已经离开公司了，他的离开跟你完全是不一样。他离开就离开吧，虽然说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劝他回来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责任心、有才华的极具潜力的优秀的设计师，你在我的眼里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样。虽然说我侯志荣这个人平时不太表人，但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，那绝对是无可替代的，明白吗，小韩？所以啊，我希望你做工作呢能够善始善终。公司啊，现在压力很大，我的压力也很大，我们都需要你啊。那个侯总啊，谢谢你的信任，可是。哎呀，小韩，就不要可是了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围山九仞，千万不能功亏一篑啊！你说呢，小韩？公司的全体员工都盼着你能够回来，我在公司等你，啊，那就先这样了。
不过侯总啊，喂，喂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个大机车是不是？哎，看着点儿啊！干嘛呢？弄他一身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要是会骑就好。你可以啊，你来试试。你可以吗？来。这有点高啊，这个。我扶着你。慢点啊。哎，就这个感觉，这感觉不一样啊。这应该。哎。干嘛呢你？这多重你知道吗？压你腿怎么办？多亏你，这车给他俩真的白瞎了。给你就不瞎呀？给我，帅不帅？这车不错，大机车配我，如何？配你一般。不是想出去兜风吗？这个最合适了，给，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带你兜兜风。带你兜兜风啊？下来吧。上车吧。好好的啊，赶紧进去吃口东西吧。我不吃，你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啊，搂点腰。哎，慢点开啊，重。都会带上。按秩序下哈，来，我们到了，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不要拉在车上啊。来，来排队排队，拿着排好队，好吧？来，你下下我来拿来，哎好。来，大家带好自己随身物品，不要拉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拉下东西。我们是出发口登机口的。哎，哥们儿。啊？哎，大家跟上啊。后面的不要掉队，跟上、啊。干嘛？给你了。给我？给我？你拿着吧。谢谢。大家跟上啊！我亲自给你做的爱心海星炒饭，尝一尝。你自己做的？嗯。这也太可爱了，还有个小笑脸。这个他们都没见过，专属的。好香啊！尝尝。还行吧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哎呀，以后你想吃啊，你就随时来，想吃什么我给你做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就行。多少钱？我给你钱啊！哎呀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说这不伤感情吗？我都不舍得把它给弄坏了。啊、没事，要不然你就点蒜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炒饭要就了蒜，天下无敌。风吹起了香。
薯片。